星城探长，前情提要。你是不是故意要换走我？不然呢？难道真的让你把我的手机睡了？我的手机可是需要破译加密程序的。快来新的梦境说，欢迎听众集团。今晚在药店街等我。白岩事件之药店街篇。干嘛想这么久？打不打牌？来。靠边站，例行检查。
这位警官，我们是不是见过呀？我拜托你，搭讪也要找个好点的地方。那我呢？说这个警官，你摸够了没有？要不裤裆里也脱一脱。